其实我冇感觉 ，Q 的状况无伊讲遮尼歹，有可能较敏感啦，家己的感觉拢放大。我嘛唔知是不是真遐严重，也毋过至少我已经找到方法破解啊。以后不管你出多一招，我得用同一招对付你就好。什么招？是专心专意去爱你啊。为啥哩？因为爱是唯一的办法。听到啊，既然啊，你个无闲做工课，安尼我就只好代夫出征。啊，不过你敢会晓修理水道槽？拜托，我床马桶拢会晓修理啊，莫讲水道槽。对啊，只要安心做工课，甲我替你准备物件吃完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！恁敢冤起来？我无希望看恁甲 KO 搁起冲突。你放心，即届哦，我绝对予 KO 对我的服务无话讲。我已经传一个法宝啊，若是等我把这个法宝请出来，我甲你保证，绝对甲 KO 照顾到好，比你顾的搁较好。我 KO 穿一个皮都唔敢放。最好就代夫出征来替你修理水道头啊！我来感觉吼，你的房间有一个味哈，什么味？浓浓的狐狸味。啊，你想怎？我只水道头歹去，把你所有的衫拢用湿去啊！所以你只好穿这困衫来跳开门哦。啊，唔惊寒啊！你若这时阵感冒就无法嘞嘿。你免听海哥好心啦，我看你是咧食我的醋，因为文昌最近对我受过关心、受过照顾啊，所以才唔准你来。你敢知影？哇，甲你这种心机女差别一堆。我若是甲迄一个人哦，我就会专心专意为伊付出；我若是讨厌一个人，我就会对迄人讲：你哪会这么讨厌？你讨厌我就莫来啊！你还是我来哦。第一，文章是阮翁，吼，啊你会当利用阮的同情啊，啊不过我嘛有拒绝你的权利啊。第二，文章唔是你的药啊。无法度治疗你的胃癌。第三，病是你的，不是我，也是文章的。你哦，无法度吃头路，无朋友通挖去，那是领导的代志，不是我的代志。请你哦，莫去用这样的字来跟我闹情绪勒索，无效。你，刘嘉纯，你我离别了后，每一句话拢是在恐吓我，在威胁我。我要跟文章讲这个代志，请伊替我主持公道。虽然我阿母的感情哦，感觉无效，也拄只文章一定甲你交代，予我处理。哼，一定是文章来啊！我就看你要安怎甲伊交代。想是想着点点啊，小青姐啊，嘉春，哦，感谢你哦，走一转来跟我斗三工啦，你哦一定要给我朋友哦一寡意见。喂，啊是向你啉红酒哈？我有心啊，不是我。啊，你不是未来复发，哪会当啉酒啦？我是了准是文章要来，
想讲伊甲伊啉红酒，我才会甲红酒放伫遐啦。嘿，啊你是甲文章交往过呢？你若毋知文章毋啉酒的哈？文章吼，常要啉几嘴啊米露，就完全倒去的人。看你这个哦，毋是红酒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